要找轩瑞去顺一下练拳。啊？你要收伊做你的细汉的？不是啦，我看伊身躯常常拢有伤呢，我逐摆甲问，伊拢讲是甲同学耍无细腻去伤着。这种理由，你敢相信？这对现在这种年岁的查甫囡仔来讲真正常啦，阮的感情拢是相拍拍出来，哪像你查甫囡仔，拢是做伙去便所培养的。我正是安尼。哦，子云，欢迎光临嘞！啊，来这行行。哦，我有听温总讲你做的料理真好食，我拄好伫附近送货，所以就来试看卖啊。安尼，你来食阮的冠军料理啦！啊，食了哦，再替阮留言打卡，五星好评。嗯，都没毛病。多谢啦，来啦，吃坐啦，来，吃坐，吃坐。志峰，你是不是甲同大做伙啊？对啊，啊，安怎？是安尼啊，最近都拢甲阮真足奇怪的，一时冤家，一时阁无代志。我也伫中有小可歹做人，啊！你敢知影伊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哎呦，伊无代志啦。应该是讲伊会安尼嘛，真正常啦。安尼哪有正常啊？伊安尼会足碍哟的呢。伊唔是碍哟。啊，是有话唔知安怎讲啊，是歹势讲，才安尼啦。是啥物话歹势讲啊？若是两个拢歹势讲，那安尼是毋是就要靠我来透开这个结？我是感觉哦，因自从去无退清光宴了后，就开始怪怪啊。对，就是迄个时阵开始的。我温总有甲我讲，伊有冤家，搁冤家差一点仔相拍嘞。对啦，你讲相拍嘛对啦，迄妖精打架嘛算是咧相拍。你是讲伊？对啊，因就是发生关系，唔才变到这奇怪。子云，我请你食好料的哦。冠军料理。对对对。德龙，你是不是真正跟温真发生关系啊？卖料袂讲。你唔承认，好，不要紧，我直接去问温真。你卖问伊。你是不是真正甲伊发生关系？那是饮酒醉以后意外发生的代志，我嘛感觉绝对不起温真。你哪会当甲别个查某发生关系？你不是已经答应阮爸要照顾我一世人啊？你哪会当讲话无算话？我已经讲过足侪次啊，我会照顾你一世人。你是我的亲人，就亲像我的亲小妹同款。你若真正对我无意思，是安怎要对我这么好？是安怎要照顾阮爸？子云，我对你所做的一切，不是对你有意思，是因为咱两家的交情，我对你。无兄妹仔以外的感情啊！敢讲我对你的付出，你完全拢无感动过。我伫你的身躯边做秘书这侪年啊，甚至你结婚了后，我嘛是继续做。敢讲我的等待，我的付出，拢无任何意义啊！我知你为我付出足侪，啊，不过袂当摕我爱情。来报答你。嗯，你偷偷仔食，我去给你倒水。嗯。哦，我总算重新活过来啊！哦，啊！你中昼是无啥啦？啊！紫云矿职，啊，都不准我打电话给伊，讲伊身体无爽快，
我是一个人做两个工作，咁忝死吼。德龙无甲你斗相共，伊嘛真无用啊。尽量就行神力诶，会当伫厝内做工课，啊，只要开会时阵才出去就好啊。我工课虽然真注意无唔对，啊，不过吼，迄客人也是无讲好，有几个月哦，拢是白了工。嗯，你是固定薪水，有一好无两好。嗯。子云。子云。哦，洪文珍。嘉芬，你应该爱跟我徛港一边的。这个查某又怪得了。你小我袂讲啥？你先坐休困，才坐啦。唔免。你哪会当甲德龙发生关系？你真正啉酒醉啊？德龙都已经死人啊！你怎个敢讲我？你把我放开！我是安怎要冷静的？洪文珍这个查某，讲什么？甲德龙是朋友，绝对袂甲伊德龙。我结果呢？伊竟然甲德龙发生关系。你是安怎要骗我？是安怎要我跟你讲白？子云，子云，啊！啊！洪文珍。已经离开了，我是我，你敢真正要让子云困在这？啊，你要困倒啊？我讲客厅就好啊。你甲德龙，迄是因为啉酒醉才会发生的哦。我甲文珍，你甲文珍，啊，真好啊！文珍是一个足有正义感、心肝足善良的查甫囡仔。啊，毋过伊无喜欢我，之前我捌追求伊啊，啊，毋过伊讲伊。讲压力伤大，所以我就暂时放弃啊。阿母大拢讲好，要重新做朋友，哪知即马就甲转移见面了。你敢知影德龙的想法？你嘛知影伊介意我？伊甲你讲的，伊连即款代志拢甲你讲。恁这对前夫妻真正变作是好朋友啊！啊，你对德龙是啥物感觉？我对伊感觉就是好哥们，佮加上一点点点仔的好感呀。好感，敢无爱情啊？我即摆无想要思考这款问题啊。洪文珍。我唔是要逼你面对，我之前有讲过，子云介意德龙，伊即马知影你甲德龙发生关系，伊是无遮尼简单就帮你煞。我真正对德龙无迄种想法，我都敢若想要甲伊维持朋友的关系。不过，即马安尼看落来，我看嘛真歹阁维持落去啊。即个转来，我是感觉德龙改变真济，对你嘛真关心。你若是无遮尼讨厌伊，我是感觉你会用甲伊试看卖。哼，德龙即摆变甲遮尔好，啊，哪能甲伊做伙啊？款款一定就欢喜。我甲已经结束，你甲伊哦才当要开始。Oh, wow.